看到钢铁人、蜘蛛人、绿巨人、浩克等等各路英雄大会师，玩家们就知道世界又将陷入危机，一场场惊险刺激的冒险即将要展开。复仇者集合，结合了充满创意玩法的乐高玩具，以及家喻户晓的漫威英雄这两种要素的乐高惊奇超级英雄，就在不久前正式推出哦。游戏当中有超过50名玩家们所熟知漫威系列的英雄一一登场战斗，其他像是惊奇四超人等在复仇者联盟电影中没有出现的同门英雄也会现身帮忙。至于反派角色当然也是同样豪华咯，玩家将会随着剧情推进对上八爪博士、雷神索尔的弟弟洛基等等难缠的对手。各位英雄身上都有各自拿手的绝招，让你可以好好凑点挡路的敌人，而解谜的部分更是需要活用不同英雄的特殊能力，像是东尼史塔克可以将散落一地的乐高零件快速拼凑成各种机械，筋骨软 Q 的惊奇先生能够钻过其他人过不去的障碍物，至于力大无穷的无敌浩克当然就是担任推土机的角色咯。玩家如果能够发挥创意与想象力，就可以顺利突破游戏当中的难关，可不要因为乐高可爱的外表就小看它咯。这么一款解谜动作要素与娱乐性都满点的有趣游戏，绝对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同乐哦。